感谢咱淡水清水岩，非常的感谢热情赞助平头参与到这次的平安预警，非常的感谢，共同祈求风调雨顺、阖家平安、国泰民安，非常的感谢，祈求着咱的疫情会当早一日消毒，非常的感谢，感谢咱淡水清水岩，非常的感谢。
这个顶级的奖章。来到现场，李素芬小姐，李素芬小姐，这个防疫卡、黄卡、黄卡有人抽到啊？李素芬的防疫苗注射黄卡哈，演出时在咱的福友宫的服务台。李素芬，你本人嘛是有在现场，麻烦你请到咱的服务台领回。